哎呦，小丹啊，刚睡着了。哦。哎，小丹。哎。刚做了个梦，正好梦到你喽。哦，梦到我什么了？梦到你接了个大项目。哦，什么大项目？旧楼翻新。哎，这个事情不多，挣得多。那挣了多少啊？挣多少？哎呀，今天睡眠不好，不记得了。哎呀，经理，这我啊，今天晚上给你补一下。我给你准备澳洲龙虾、顶级生蚝，再加些韭菜。有澳洲龙虾？有。有顶级生蚝？有。哎呀，你说那个生蚝啊，我一下记起来了。哦。你总共挣了200万。200万呢、啊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梦到了，你要为了感谢我，非要拿着10,000块钱现金来感谢我。我说我不要，不要，没办法，这样拉过来，我只好收下了。你还挺感谢我的。哦，哎，经理，我今天早上啊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哎、啊、给我做的那个项目，我赚了200万，然后我就提着10万块钱过来感谢你，不知道这个梦哎是不是真的？哎，小东啊，你这一举动啊，说实话啊，真不错。哦，这我也没什么好回你的啊，你这个拿去哥。哦，小东啊，哎，说实话啊，你这个事求是，说干就干。不屈不挠精神，是所有兄弟们学习啊！哦，谢谢经理夸奖。所以说，小邓啊，啊，社会在进步，工程啊，只有拿个小凳做。哦，那这经理，这工程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经理帅气。小邓，哎，带领小伙伴们一起勇往直前，开拓美好明天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做梦也要把我拉进坑里。